若以等差级数的第十项为负十九，公差为负四，是求此级数的前二十项和。我们把前二十项和的公式先默出来，它等于两倍的首项加上十九个公差，乘以二十除以二。那由于我们知道公差了，首项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利用第十项等于第一项加上九个公差，我们可以解到第一项。好，把数字带进来，负十九等于首项的话是我们要求的，公差是负四，带进来负三十六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首项会等于十七。啊，把它带进来，刚刚的公式，所以三四减掉七十六乘以二十。先约分，所以等于负的420。